sky. Some sense to hug a horse in the sky. Why? Hoxianzig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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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到花塘有何话子？上仙哪里知道？工作是稳，何学心机？两时大吉哩，吉大两时。天文岁数加主年，中华民国1909年，农历4月12日，4月12日，两时大吉哩，要来庆祝协安宫，天上圣庙，圣诞千秋，万寿无疆，圣圣寿。有人今年苦路主，感恩上全家福叮当，诚心叩谢，叩谢神恩，付出心机，要来庆祝协安宫，天上圣庙，万寿无疆，圣圣寿。自古流传，咱协安宫，天上圣庙，神威显现，会来四动降落，暗中保庇，保庇咱今年苦路主。感恩上全家福地堂，壮在我，会当一路二虎招财进宝，金玉满窗栽，只为同四海，再行不如来，一家大进展，事业成功，金玉满堂，事事兴旺，一家大大细细，身体健康，厝内底老大人，吃完吃百里，百地拢消除，囡仔人听电呼又吃。少年人，大家趁一个好时机，求财得财，求利得利，一笔万里红香化蝶，事事如意。邀请上仙，花堂庆贺。啊，真是平安的事啊！不谢啦，一同去啊，喜喜呀！